大家好，我首先在这里跟各位校友拜个年，恭祝各位在牛年身体健康，事事顺利，新年进步。欢迎参加由香港中文大学校友传承基金主办的中大青年校友职业发展周。这个活动是载誉归来，来到今年已经是第五年了。很高兴见到这个活动深受校友欢迎，促成主办单位决定将往年的职业发展日拓展到整个星期的活动。过一年疫情的确带来重重的挑战，不少的传统行业都迅速转型，同时也造就了不少新的行业的发展，市场对工作技能的要求也都有所转变。有见及此，主办单位因应时势作出适切的规划，大会特别以重新出发为题，解构如何透过新心态、新机遇、新行业、新技能，希望可以启发各位年轻校友在变幻莫测的职场中仍然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一片天。为了达至以上的目标，今年的职业发展周节目非常多元化，悉心安排了两个相关主题项目和四个具启发性的行业讲座之外，亦有别于一般的职业展览，还提供了一连串的个人化的职业咨询服务，包括建立个人品牌工作坊、CV Clinic、单对单的个人咨询环节、职涯发展规划服务，更加特别为应届毕业生增设网上面试技巧工作坊，非常实用。除了贴心和多元化之外，最独特的地方就是活动所有的讲者、主持和学长都是来自不同行业的热心校友，多达60位。藉这个机会，我要特别感谢他们对这个项目的踊跃支持。这班师兄师姐在职场里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以及非凡的成就，个个都是本着中大人一家亲，用发自内心的情去为学弟学妹提供更贴切、更窝心的专业指导。中大校友愿意无私传承经验的精神，令到大学引以自豪，对年轻的校友来讲亦都是极大的鼓励。此外，我知道今年的活动能够顺利的举行，全靠一众校友组织全力支持，包括八个宣校友会以及校友评议会和校友会联会，非常感谢你们的参与以及促进青年校友和校友会之间的联系。最后，衷心希望各位年轻的校友在职业发展周一连串的活动当中有丰盛的收获，重新出发，找到适合自己的职场路向，一展所长，迈向新的里程。多谢大家。